翠呀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包饺子吧。咦，你也喜欢吃饺子吗？对呀，饺子不仅味道好，而且寓意吉祥。我和我的家人常常吃饺子。据说饺子是古代医圣张仲景为了给穷人治疗耳朵冻疮而发明的。他们把药材和羊肉切碎，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胶耳，煮成胶耳汤分给病人。直到大年三十，人们的耳朵冻疮都好了。为了纪念张仲景，人们便每年的大年初一都吃饺子，寓意更岁交子，吉祥如意。真有意思，我也听说中国人过年吃饺子，是因为饺子的形状像古代的金元宝。过年吃饺子，寓意招财进宝，财源滚滚。对对对，我也听说过这个。走吧，我们去包饺子吧。好。看着小小圆圆的饺子皮，里面的饺子馅有肉有菜，味道鲜美，营养均衡。我也来包一个，拿个饺子皮，放上肉馅，两手一捏，圆滚滚的饺子就包好了。看，像不像金元宝？像像像，看我的。对了，秋妍妍，你听说过吗？在中国的北方，人们过年包饺子的时候，会在几个饺子里面包进去干净的硬币。吃饺子的时候，谁吃到带有硬币的人，就预示着他在这年会行大运。哈哈，这个我真没听说过。中国的民俗文化博大精深，有机会我们要多了解一些。饺子包好喽，我们去煮饺子吧。好。慢慢放进去。开吃了。也在此祝福大家吉祥如意，财源广进。